运在今天23号开幕，女子射箭在上午进行了预赛，中华女子队团体赛排名第7，而南韩女将在今天发威，甚至打破了奥运25年来的纪录。南韩射箭女将安山射出了680分，打破了奥运25年来的纪录。目前南韩女子队排名第1，另外2名南韩选手表现也相当的优异，分别拿下了677分，还有675分的高分，同样打破了奥运先前的纪录，这写下新的历史。中华队目前则位居第7，避开南韩劲敌，25号将举办团体赛，一拼奖牌。我们会持续为您掌握最新消息。